赵仲瑜呢日就出席活动啦，嚟紧就圣诞节啦，阿娟唔知道会同两个女女去边度玩呢？已经预备咗同小朋友有好多聚会咯，已经我由应该22号开始就约咗啦，一路咁样落去啦，去到26号、28号都仲有，即系意思咁样话同小朋友一齐嘅搞 party 嘅啲，咁都系有啲喺香港，有啲系要飞嘅。礼物啊！而家咧，我啱啱咧好开心嘅就有朋友啦。其实咁啱，其实佢系钢琴老师嚟嘅，咁亦都教人琴啦，亦都做音乐嘅。咁咁啱佢想去换一部琴、哦，咁而所以佢就有一部唔爱嘅琴，但亦都好质素嘅，就送咗俾我啦。因为咧，我咁啱我个女就开始学紧弹琴，咁我就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礼物嚟嘅。呢、這个问题我就一路都唔答噶啦，咁但系系咯，公开就唔讲啦。有新新闻啊！到今日每日嘅新闻，去到睇翻前日嘅、琴日嘅都系旧噶啦，今日嘅新闻先系新闻嚟噶嘛，系咪？